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宣布，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，有轻微症状。本周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被确诊感染。这些不断确诊的病例也反映出当下英国疫情的严重性。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前不久宣布未婚妻已经怀孕，现在尚不知道她的情况以及安排。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确诊感染新冠病毒，症状轻微，英国加大抗疫力度，全民居家隔离禁足至少三周，全球感染数据每日更新。首相府说，约翰逊首相是在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的建议下接受检测的。首相约翰逊一直每天主持新冠病毒的疫情发布会，现在他将开始自我隔离，但仍将主持英国政府的抗疫行动。约翰逊在社交平台推特 Twitter 上发帖说，